嘉宾，各位朋友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晚上好。特别像我主持大型晚会，看过不少晚会，会报幕啊。非常高兴在这里认识大家，我叫陈秀兰，来自浙江兰溪游步寮西桥村，我是农民，今年65周岁。我从小就喜欢唱歌，为了学唱歌，我们田里割稻子回来，晚饭也没吃，听说七里滨农场放电影了，我就赶到七里路以外去学，就是为了学唱歌，学里面的歌，叫就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洪湖，洪湖水浪打浪，洪湖水呀呀，等一下，我们不全自动好吗？既然你要唱歌，那么你就认认真真的唱那么一段给大家听一听。准备的什么歌曲？我现在是刚刚学了一首歌，有新学的呀，只叫《伤不起》。小心一点，阿姨伤不起，伤不起。来，掌声欢迎一下啊，伤不起。有请。挺好，挺好，好，可以的，可以了。人家歌词还没完成的找对句，就不来看我。不都先暂停了？那边有个暂停键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就是要在我的家乡，我的老家开一个我个人的演唱会。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歌声。带给大家快乐。阿姨，这么你认为这个演唱会应该多少人去呢？那肯定有几千人。你敢吗？几千个人看你一个人唱歌，你怕吧？那我不怕的。你不怕的？因为给他们快乐呀。那么你觉得他们会怕吧？他们不会怕，他们肯定欣赏我的歌声。因为你热情洋溢。这大姐，你不要每次说到喜欢的时候向华少迈进一步呀。我喜欢的。是的，他帅哥。我喜欢的。周老师的话，我也天天看见。其实你认不认识我？你说不认识我？你那个。你居然敢不认识我？你那个周立波秀，这是个啥？我天天看呀，就是放的太迟了一点。是吧？早一点多钟了，很想睡了。你不对，怎么又要想看？哈吼！哈吼！谢。我真的很喜欢看他们俩对话。所以大姐，请往前一步。伯伯，麻烦你啊！谢。这个丹丹、华少，我跟你们说一声，万一我挡不住，你们马上来救驾。好的。因为阿姨热情似火，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。我是冬天里的一把火。好。阿姨。熊熊火焰照亮了我，你的大眼睛，阿姨，明亮又闪烁，仿佛天上星，是最亮的一颗。阿姨，你听下好吧，阿姨。阿姨，我们能冷静地交流一下吧？好的。因为大家都很忙。这里是哪里？杭州。我以为你我地址在杭州。OK， 好。是中国梦想秀舞台，我希望大家能给我圆梦。好，我知道，就是我首先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，还是不是第一次？你，我。对。我这个中国梦想秀，这里是第一次。请问您是什么职业呢？我是种田的，是吧？然后现在退休了吗？现在我们种田的农民也可以退休的。我们党的政策好，我们农民也有退休金。对，我知道。要感谢政府，感谢党，感谢共产党。我那个退休金拿到，我就说：共产党好，共产党好，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。好，阿姨，我。阿姨，我能够走近你一点吗？你魅力四射，我有种想走到你身边的冲动。你能不能圆我这个梦呢？谢谢大家。不，阿姨，你上来。阿姨，你先站好。我们不激动，有什么话可以慢慢说，好吧？好，阿姨就这样。我可以拥抱一下吗？阿姨，这个不要这样，因为不，阿姨。我经过你同意，想观察他决定。阿姨可以拥抱一下波波吗？我们这个可以吗？谢谢大家。那阿姨，你不要这样。有大
讲嘛。他们跟我讲杭州治安很好的，你不要这样。玩笑有个度，否则人家阿姨认为这是不严肃的场，这里是很严肃的场合，对吧？你的生活幸福吗？我现在的生活是，用幸福两个字都不能表达了。那就说明你是很幸福，很幸福了。对。能够和你分享一下你的幸福吗？我的幸福就是天天很开心，很快乐，天天出去背着一个小话筒，一个小扩音机，天天出去唱歌、跳舞，每天出去给大家带去快乐。现在不愁吃，不愁穿，生活很好了。哦，好，阿姨，我在你的身边已经感受到，像你这个年龄所很难看到的那种青春活力。我既看到你的爱国爱党之情，又看到你爱生命、爱家庭。对，我先回去，你继续。啊，那你难道握个手都不摸吗？这个什么话呢？这是你不，你只要不要握住不放就可以了。那我知道，可以，谢谢。可以。好，拥抱一下吗？可以，我不熟，不好。好，谢谢波波，来，波波先回到阿姨来，阿姨来，来，握个手。哎呦，阿姨，谢谢曾老师，记得拉住我，我想讨都不能讨，两个无情款。我知道阿姨是插过秧的，身份证明了啊，身份证明。好，确确实实来说，阿姨最后你能不能再往前继续快乐，要看后面的梦想观察团。好，阿姨，开始庄严的投票，三。阿姨，你到底再回到这里唱歌，还是到公园唱歌？都是快乐，都到公园也是快乐，在这里也是快乐。不过比较想回到这里的啊。票数相当高，预备，三。